一公斤五块而已啊。对呀、啊。那个手会不会破皮？在水上，很辣呢。那个很辣啊。对呀、啊。很辣，阿美族话怎么讲？很辣。懒辣。对呀、啊。哦。很咸。辣鸡。啊。辣鸡。辣鸡。辣。辣鸡。辣鸡。嗯。辣鸡。哎呀。很甜。糖果那个甜甜的。很辣鸡。啊。很鸡子嫩。鸡子嫩。很苦呢，苦瓜那个很苦。阿仁儿。阿仁儿啊什么？阿仁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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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那比较不好发音。儿。儿儿哦，因为你没那个抖舌头。儿。儿。儿哦，好，回去练习。阿仁儿。你们会那个抖音哈？哎呀，阿仁儿。啊，冷热热，因为舌头没办法抖。那个抖怎么讲？手那个啊？嘎麦啊？嘎麦。那个哦，嘎麦哦，哦，就是抖，也是这样抖抖抖。马面面。马面面，有的那个中风是不是就这样抖那什么？对呀，面面。面面面了面了。对呀。哦，那个。还有什么可以问？你的孙子回家了，还在这边？回家，你有在这边吗？瓜牛怎么讲？嘎祖莫里。那个是日语还是阿美语？嘎祖莫里就是。它是著名的话。不是日语。日语就是嘎达祖莫里。哦。现在。他们说好像那个是日语。对呀。本来的阿美族话怎么讲？一样，一进到是嘎祖莫里啊，嘎祖莫里，没有讲说嘎达祖莫里，就是日语的。那牙齿 ？What is？ What is？ 舌头？什么？什么？那个？嘴巴是喇叭。喇叭。哎。鼻子。魔术。魔术。眼睛。马达。眉毛。嘎拉乌。啊，嘎老，嘎老，脸，鼻心，鼻心，那个下巴，阿瑞，额头，乌拉外，脖子，阿三，他们现在在那个拍手哦，拍手怎么讲？十八，那有没有这个字拳头？这个拳头有没有？有这个字吗？光镜，光镜了，你手抽筋。哎呀，那个抽筋怎么讲？抽筋。Muscle good， 那中风怎么讲？有的那个不小心喝酒喝太多后，五六十岁中风。慢慢的。你就大概有大概这样比喻的啦，就是。不能动怎么讲？在把它怎么？嘎拉的妈，嘎爱，嘎爱，嘎达的妈，嘎达的妈，嘎达的妈，哎呀，嘎爱，嘎达的妈，那个是你孙子吗？那个，啊、那个是你孙子吗？没有来，哦，他顾他的小孩呀、啊。那你现在就是在这边休息。啊、你是坐在这边休息？哎呀，等一下看节目。对，早上吃很饱。哎呀，今天还很饱，很慢吃早餐。哦，吃睡觉怎么讲？马不跌。马不跌。跌。马不跌。马不跌。不是跌。啊，跌。跌。马不跌。马不跌。不跌。跌了，跌。不是一样吗？爹，爹不一样啊。好，我回去再听。那个洗澡，米利诺，米利诺，
米里洛特。哎呀。哦。那个。这样是马拉里克。马拉里克。哎呀。很好笑，怎么讲？嘎达瓦安。嘎达瓦安。嗨。安，今天最后一个发音安。嘎达瓦安。嘎达瓦安。早安。嘎达瓦早安。哦。那个，那还有什么可以问的？衣服怎么讲？布瑞。啊？布瑞。布瑞。裤子呢？加拉布。那他们那个男生的片裙怎么讲？一片一片的那个裙子，男生在穿的那个啊，露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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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那个扭屁股怎么讲？对，他们说屁股扭一扭，那个扭屁股。同城城，赶快吃饭。吉娃吉娃巴拉，哎，屁股是巴拉，赶快过来吃饭。屁股啊？对啊。吉娃吉娃是扭。啊，这边的话是门拉，门拉这边的门，后面逛不是巴拉。哦，巴拉。哎，那个想象那个巴拉，那个巴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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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巴拉。巴拉巴拉，对呀，啊，找巴龙的话，哦，这边是我们那，那你两边都会讲？要全部不知道啊？我都会讲哈，两边都会讲，嗯，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就搞哎，巴拉啊，马巴拉，很厉害，马巴拉，技术你哦，厉害的，嘎巴那是厉害。技术是你，嘎库就马巴纳嘎库就是我厉害。哎，马巴纳技术哦，就是人家跟我讲是马巴纳技术。那个请客怎么讲？请客。巴卡恩图拉邦。巴卡尼。巴卡恩。巴卡恩。图拉邦。图拉邦。哦。没位置，那个有没有位置？怎么讲？伊拉好卡姆卡马鲁安。啊。伊拉卡马鲁安。嗯。位置。那如果说。马讲。都坐满了，怎么讲？马都没坐不当着。那最后一个哈，帮我找位置。Kiriman kamaruan aku. Kiriman ku kamaruan. Kamaruan. Maku. Rumahku. 好，帮我找位置。好，那个阿姨，你叫徐春妹哈。对。那个阿美族的名字再介绍一下。Kimiko 啊。Kimiko。嗯。那你是现在住在七角川这边？啊。现在住七角川这边。就现在住太仓这边的。啊，在你家过两麦。啊。这边在江区是两麦。两麦哦，他们说什么米亚麦哦，米亚麦，两麦。米粒新，不两麦。那你每年都会参加这个丰年祭？哎，两次而已。啊，两次而已啊。不是丹尼安，丹尼安什么意思？我懒惰了，这边懒惰怎么讲？马杜嘎，马杜嘎，嘎库，嘎库，我懒惰。哎呀，马杜嘎是懒惰。哎，马杜嘎，嘎库丹尼安，嘎库丹尼安。参加哦，休息。来这边丹尼安，你不要。马，那再讲是懒惰，马库，马杜嘎，马杜嘎。马杜是懒惰。哎呀，马杜。马杜，马杜嘎嘎库。